从那个出团回来之后啊，然后我就过着那种不知道今天是新年节的日子，因为实在太累了，然后就是累到喉咙还发炎这样子。然后但是我发现有一个东西，我期待它发售很久，就却忘记说它已经发售了，就是永豆的瓦拉比魔奇。对，然后还有没有别的比较？对，好，对，就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就瓦拉比魔奇是葛粉吧。然后这是24号发售了，就是已经昨天了。然后呢，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东西，就是母西胖。对，那这是肉松100哦，就是算是怎么讲，黑糖蛋糕吧。对，然后那我觉得说，好了，现在半夜已经过了，已经25号了。对，然后不知道哪一个买得到。对，总之就去逛逛，买来看看好了。对，好，然后现在就走到小薛家最近的肉松。对，这个念肉松。你知道，如果有人念什么奇怪的什么什么拉颂，不要理他哈。好，真的没有。すいません。故障処理なんですけど、今日の入荷は何時かな。ああ、また入ってくるのですよね。はい。午前1時のやつか。はい。朝7時。もしくは。はい。午後2時。了解です。じゃあまた来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然后我差不多算小跑步的来到了。我家附近的某家肉松100，就他居然休息，然后我觉得蛮神奇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看到说这边有公告，他是从9月16号开始变成10点关门这样子。然后你看这个，他这边都还有那个史莱姆的东西，对，可恶，竟然没有买到，好，没关系。你知道，就越是难买到，我越想买。那我决定再走下一家。好，冲！努力走老半天，又到一家肉松了。然后这个是把那个 3F 买下来的肉松，所以它叫做肉松 3F。对，再看看有没有史莱姆。来。直奔甜点区，哦，爽啦，有了，嘿嘿，史莱姆瓦拉比魔奇。哎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但它上面没有印脸，它只是把那个脸放在杯子上而已。对啊，不算了，还是很可爱。对啊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可乐果吗？就是进入史莱姆的话是芝麻口味，然后，氷河夏味，氷河是哪里？这什么口味啊？白线。好，没关系，买了吃就知道。然后这个是，这个居然是那个莱姆。好，通通都来一个。好多活动哦，你看像这个 Switch 版的永豆11，9月27。然后这个是实体卡，对，实体卡，然后就长这样子，对，数位实体卡，对 ，Gorgeous 版，Gorgeous 版是怎样？就是还有一些，还有含别的东西吧，对，炫炫，对，然后还有这个永豆的一番赏。不错哎，可爱哎，木喵木喵的，软软的史莱姆。对，好，再接再厉，虽然买到了，但是我们看能不能去买到那个黑糖蛋糕。一不做二不休，想说黑糖糕、史莱姆，看能不能也买到。所以来到肉松100。结果似乎还没进呢。对，
乱翻人家东西。すいません。お茶の商品ですけど、ちょっと今日から来るんで、そうですね。朝、そうですね。何時ぐらい？すいません。はい、じゃあまた来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可惜，就是他今天开始贩卖，但是他应该早上四点左右才会来。然后四点我大概已经睡了，对，所以说就之后看运气吧。然后先回去吃看看那个绝饼，瓦拉比摩奇。我现在就买回来了，叫把三个都买回来。好，然后现在吃看看吧。其实就可爱可爱了。然后他拿起来是这个样子，他有意思做了一个史莱姆那头顶，对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样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凉凉的也不错，好乱。奶油，好吃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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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意外。但是老实讲，我觉得200块不值得，200块台币要60块钱了吧？对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对，如果说是为了好玩呢，特地去买一个，然后买来拍开箱文的话，像我这样子，对，我觉得值得。但是你说要吃好吃，我觉得不值得。对，好，下一个，这个。黄色的，它是不是就是常会有骑士骑他身上那种？对，或是史莱姆塔中间那一只？对，然后橘色的，看不好是什么？史莱姆，好吃耶！哦，断面的感觉。好吃耶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对，一样，同样心得，就是不值得。还有这个金主史莱姆，哦，9月27，它赏味期限啊，够追够追的，对，好，据说是芝麻口味。超好吃，就是好吃。它里面有奶油，然后它外面这圈是芝芝，这就好吃。不愧是呛到，不愧是今天最高的进入史莱姆。OK， 其实呢，这支影片是业配文，那业配内容就是我自己。如果有任何朋友想来日本骑重机旅游，或是有日本的产品想要代购的话，欢迎敲我。那联络方式呢，在影片下方有小薛的 LINE， 只要点击就可以联络我咯。感谢各位。